第一小题是求2阶加3阶加5阶之积。2阶的话是1乘 2,3 阶的话是1乘2乘 3,5 阶的话是1乘2乘3乘4乘5。所以等于2加6加120等于128。第二小题设 S 为正整数，解8阶加9阶等于 S 乘7阶，是求 S 之积。8阶的话我们就改成8乘以7阶。9阶的话是改成9乘以8乘以7阶等于 S 乘以7阶，把7阶约掉。所以 S 就等于8加上72等于80。